好多人問我話有啲練馬師有一排都未有頭馬見面，點解喎？我會答佢哋係養精蓄鋭啦。好多人又問我咁養到幾時啊？我又會答佢哋係養到時機成熟啦。咁再有人問我個時機係幾時咧？我就再會答，等我計一計先啦。三三歸五啊，七七九啊，四六六五啊，二啊，計到啦，就係嚟緊星期三晚啦。沈集成同高达里两位练马师上次赢马已经是四月十七号了，大约是五个半星期之前的事。嚟紧星期三，他哋都有实力马上阵，好似沈集成的康俊，最近的两场千百米赛事他都跑得很好，得到一冠一亚的成绩。而高达里的世世无敌就会跑翻曾经上名的1650米赛事，到底他哋可不可以为练马师打破闷局呢？好多人问我点为之一匹好马，我会答跑得快啊。咁再有人问我点为之快呢，我会答快到识飞啊。咁又有人问我点飞啊，咪玩啊。喂，唔系玩嘅，真系晓飞噶，就好似以下呢两匹好马咁啦，竟然飞咁快，飞到日本越洋出战啊！国际一级赛1600米嘅安田纪念赛即将喺6月5号喺东京竞马场举行。我哋港队就派出替造美丽同自由好远征竞逐殊荣，而喺啱啱过咗嘅星期一，佢哋已经去到当地备战啦。希望佢哋能够继靓虾王同牛精福星之后，赢出呢一项大赛，为港争光啦！大家好，我是 Norena。今集骏马美人关，我要介绍方家拍马房嘅心路，究竟佢个名系点嚟嘅咧？马主胡定旭先生表示，爱区嘅英文名叫 My Way。是源于一首他很喜欢的英文旧歌，中文名就译成心路了。接下来星期三晚，心路会在四班1650米赛事上阵。今季他曾经九战同程，得一冠、一亚、三季、一殿和两次第五名，只有一次是没有奖金的，表现准成，希望他今次继续有好成绩吧。I will find my way, I want a different way。 好多人问我，你在这里唱什么？唱King Hien的 My Way。 喂，人家马主说那首 My Way 都不是这一首，是 Frank Sinatra 嘛。是吗？哦、oh, sorry。 提埋大家记住一起做功课，迎接星期三晚跑马地的激战。 I will find my way, I want a different way, different way, way。唔係呢首啊！喂